万事拜托你哦。我知啦，你放心啦，恁家有某的代志哦，我一定会转到太祖爷知影，看太祖爷哦安怎处理啦，吼。吵死啊！吵死啊！啊，是谁在我边啊？要吵来吵去啦！太祖爷，是安尼啦。这位信女吼，讲因家有牛母吼，特别生牛仔囝啦，生两公安尼，拢生袂出来啦。伊即摆我尔啊烦恼咧，唔知要安怎啊，所以吼，才请示太祖爷，看有啥物办法，或者指示啊。我想看卖吼，奇怪，我哪会拢想无啦？我巴肚枵拢想无啦！我巴肚枵哦，你看太祖爷吼爱食甜啦，我早就有准备啊啦。你放心，交代我吼。太祖爷，给我饼，给我饼。好食，足好食呢。有看无？好食好食啦。请示太祖爷，这位阿姐的代志吼，这摆是要怎处理啊？嘿，足简单的啊！稍等一下吼，我请一张符仔给伊，啊，伊转去烧烧的吼，化作符仔水，给迄牛啉哦。迄牛吼，就生牛仔囝哦。有听的无？有听的无？稍等下，稍等，伊要请符仔，请符仔吼。我来请符仔吼。牛会生牛仔囝啊！牛会生牛仔囝啊！牛会生牛仔囝啊！好啊，嘿嘿。哇！多谢太祖爷，多谢太祖爷。哦，这位大姐，你真正有够福气呢，我都签了这张符啊。你等下，就照太祖爷所讲，等下烧烧的，放去水里底，好只牛母吃，保证哦顺利生产呐。那只牛，有四只牛，一定健康健康大汉的，而且我吃百里哦。哎，唔对，伊讲哦，吃百里的是你呀。哎，记记哦。我多谢。哎，稍等，你这个太祖爷吼。爱食甜啦，所以吼，这，啊有啦，我有准备啊啦。哦，你有准备啊？有啦。太祖爷，这个你食甜甜啊。哦。送给哦。多谢，我送给。我送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啊，想袂到安尼轻轻松松搬一个，钱就到手啊。对吼，啊，汤下水吼，即摆送人客，我偷偷吼丢两条啊，伊应该吼袂发现啦。哎呦，真，迄人若带吼，一看面就知影啦。阿发啦，哦，做迄个阿姊哦，真正是有够戆啦。你安怎搬，伊安怎想，我安怎讲，伊嘛是啦。哎，啊，即摆钱摕着呢，去分分的啊。好啦，来。你一张，我一张，你一张，我一张，你一张，贪财哦，我一张，你一张，我一张，好，啊时间无早吼，你头转去啦，较早休困啦，啊另抓有哦，我叫你吼。先生，唔对哦，拄只吼，我看迄个阿姊吼，是摕十张十块的哦，照你讲，咱一人五张，应该是五十块才对嘞，即马，哪会剩四张尔？哎，等下较拜托，一定是你目睭冤枉啦。去看唔到去啦，是你才看唔到咧。拄只阿舅经过的时阵，我都看伊算啊，十张一百块，一人五十块，即卖现伊就减两张，这二十块是毋是你藏起？哈？喂，迄饭会当乱食吼，话袂当乱讲吼，我当是藏钱啊哈，你莫甲胡乱哦。好，你讲你无藏无要紧，钱一定是你藏的，一定搁伫你的身躯。花枪，你瞧，啊，当你不对，哎呀，你瞧，棒，你慢走，花枪。我操！这是小阿伯哈，我讲我无提，你想安怎？拜托个啦，我阿你讲哦，咱两个是同机对头呢，我骗人哦，万算全靠呢，你想要骗我？好啊，你讲你无提，你即摆伫我面头前咒诅讲哦，这二十块你无提啦，你若有提哦，你马上就叫你讲卡死，无好买啦。我讲我无提就无提啦。凭啥物要咒诅啊？无提是安怎？你唔敢咒诅啊？讲啊！唔是我唔敢啊，我是。你是啥？心虚啊吼！这钱明明就是你提，二十块紧提出来，遐若无吼，今仔日哦，我绝对袂放你出来。紧咒诅！咒诅！咒诅！咒诅嘛！我甲你讲啦，
我当机换人吼，做人吼，一向哦正正当当啦，做代志哦清清楚楚，照站在的啦。好啊好啊，讲讲规大堆废话，敢有路用哟？紧就抓啦！就抓就抓啦！你是烂哦！吼，啊这个死阿水啊吼，硬要跟我做对就对啦。那是我不爱就抓吼，伊唔知吼免哪当死啊。好啦，为着伊大哥，你袂甲伊拼啦！紧就抓啦！知啦！我当机发啦吼，对天上山啦。假使讲吼，我头赚二十块吼，我吼，无好买啦。安怎？就伫咧当机发啦，讲完了后，天顶煞突然间来弹雷公，而且雄雄着位当机发来身躯顶，甲伊卡落去。阿花啦，阿花啦，真正叫雷公卡死！阿花啦，这是你家己做的来哦，你家己创治，你家己手抓雷公，你家己哦叫雷公卡死的哦，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哪安尼？哪安尼啦？我真正予雷公卡死啊！天公伯啊，我哪里这样尼歹命啊？哎呦！虽然吼，我生出这尼缘投，啊，不过我无某无狗，无钱无势啦，啊，为着要生活吼。再来加做同机，啊！偏偏为着二十块，啊，叫雷公卡死。天公伯啊，哎呦，你有天良，你有天良无？啊，我哪会这歹命？哎呦！对哦。我即摆已经死啊，啊！就表示吼，我会当去投胎。哎，无得讲哦，我会当投胎去好爷人因家，去做少爷。赞赞赞！哎呦，天公伯啊，你要保庇哦，保庇我后世人哦，投胎到好爷人家做少爷。拜托拜托拜托你成全，拜托你要成全我吼，成全我吼去好爷人家做少爷吼，拜托拜托。啊！我知啊，一定是天公伯吼，听到我的要求吼，要先找我去好爷因家做少爷，变有钱。天公伯好，感谢感谢，感恩下。食个歹啦！哎，这是什么声？那听起来熟悉熟悉啊！你常常变做我。我唔知我是谁，阿二啊，你真正偷嘴，真正偷嘴，看我来给你架死啊，架死啊，架死啊！哎，等一下啦，啊，哪里啊？这到底是啊？哪里？啊！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是本太祖修炼的所在。啊！原来真正有三太子哦！你再死当机会，平常时假做我，四界人骗吃骗饮，死了后阁唔知影反悔，阁笑想要做有钱人家的囡仔。啊好啊，我着甲阎罗王讲哦，直接甲你拍入十八层地狱，就刀山落油顶。哎，起来啦！啊！唔，我歹落地狱，不安尼啊！三太子啊，
看有啥物机会吼，会当互我将功赎罪啊。嗯，好，看你遮尔心心吼，忏悔。安尼啦，我予你一个任务，只要你会当圆满达成，你就免去地狱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啊啊，对啊，借问一下吼，啊，假使吼，我若将这任务完成了后，敢会当吼投胎到好野人因家？啊好啊，我直接甲你砍了。啊啊啊啊啊啊讲条件，啊，当作也无讲，当作也无讲啊！啊，三太子啊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任务啊？看我详细。哦。李伟哦，我其他哩哦是足好分的啦，会当分到遮尔多好食的物件。对啊对啊，阿爸，你看有本有菜呢，哦，一顿有够青草啦。阿爸，哦，愈讲愈枵的，敢会当食哈？哎，李伟哦，你稍等，你稍等下啦。阿爸吼，还阁有秘密武器要摕出来替你夹菜，你先甲目睭吼起起来。哦。李伟哦，嗯，稍等下，你食落去你就知啦。来来来，来，哦哦哦哦哦，安怎？哦哦。阿爸，真好食呢！李伟哦，阿爸的秘密武器有够好食无？阿爸，好，真正足好个啦！阿爸，这饭菜搅豆油哦，袂输咧山顶海边，真正足好食呢！对啦，阿爸，啊，你这豆油有倒来啊？哎呀，无啦，啊，就是顶个分的嘛。阿爸吼、哦，有特别留一寡起来，啊，等到有需要的时阵呢，佫摕出来夹菜。阿爸哦，是啥物拢袂养啦，啊上牛哦，都是老子手，哈哈哈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吃，哎，这给你哦，来吃阿爸，来你也别吃，哈哈哈！来开始吃，嗯，哈哈哈！哦。啊、你看，哎，恁迄种物件哦，我食啊真欢喜啊！我真正哦是洗麻将看白白哦，我唔捌看过，有够好笑的啦！我嘛感觉真好笑。我甲你讲啊，我予你的任务哦，就是去改变因的生活啦，予因过较好啦。三伯兄弟啊，啊我毋是神啊，我哪有才调啊改变伊的生活？无才调啊！杨龙，起来，杨龙啊，起来！有才调，我有才调。有才调哈！我甲你讲啦，头拄仔迄个少年去食，叫做刘立伟啦，是我的外甥兄弟啦。啊，伊正经吼，嘛是天顶一个神啦。啊，也毋过做毋着代志，去用拍电话间做去食啦。我予你的任务哦，就是改变伊的命运甲生活啦。哈、啊？哦，这困难着。哎、欸，无安尼看，哎、欸，兄弟啊，看你哦，有啥物诶秘密武器哦，会当教我，教我。秘密武器、啊，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那只枪啊，都只死蚊啊，给我钓。我伫你的下头遐，种一个会当加钱的物件，只要你看到钱哦，都有三条加钱啊。加钱？哎呦，等你们较拜托啊，带啥物件？你讲较详细啦。你知啊？嗯。徛我的头前，尻川翘翘，你就知啊。我讲给你听。我站头前哦，翘翘啦，紧的啦。啊，我翘翘，好阿袂啦。看到你就知啦。啊！哦，哦，我的尻川啦。哦，哦，啊，迄个三太子那只粗鲁啊，讲啥物哦，叫人尻川哦，就较翘者，结果哦，刚站一个哦。卡针要分两边啊！哦，啊，人讲查某人哦，四十一女花啦，秘书哥是在讲我咧。哎呦，感谢天公伯啊，予我生出这尔水啦！水人都爱穿水衫，赶紧来报灯看卖咧，看有我甲鞋报无？这位阿姊啊，等你嘛较拜托，拢有花呢。哦，甲你讲哦，佫袂歹势呢。你卡讲哦，我佫唔敢听呢。迄真正是吼，家己保护较袂臭臊啦。哎呦，哦，啊、我卡着，哎呦，哎呦，哦。就伫咧这个时阵，
当机发来下头，突然间煞变甲足像的，煞落来，伊的下头就发出一道的金光，然后竟然就生出一粒白珠。更加奇怪的是，当机发来竟然会当看到春花子身躯顶所落来的钱。哈哈哈！啊，那钱哦，钱落来，敢讲唔知哦？哈哈，今日去捡，捡到就是我的啊啦！哎，真真真，我的钱啊！我钱哪会走？等我啦！等我！我钱哪会走啊？哎呦！哦，钱哪这敖走啦？哎呦！我的钱啊！我的钱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啦！小胖姐，我的钱啊，等下啦，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，我的钱啊！奇怪，我额头，当时加一粒目睭啊！啊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三太子哦，我一粒哦，会当看到钱的目睭，安尼哦，我就会当去夹钱。哈哈，赞赞赞！一声哦。我好厉害啦！小张啊，我的钱啊，我的钱啊！你这无良的卡潲啊！叫你搬这货，会把杯仔弄破去！我真正有够衰嘞，差了你种饭桶。搁有啊，这弄破杯仔是啊，靠你的工钱啊！真正气死老命哩！你有去商店无？无。叫我来处理就好，人客九月爱报，你紧送过去。好、哦、好，多谢小姐。真正足憨啊！兄，伊也毋是超过伊啊，你先做要对伊遐尼歹。搁再讲，伊领你的工钱毋是领足济啊，你莫扣伊工钱啦。离婚啊！我是头家，伊是新罗，伊弄花赔啊，我敢袂当甲妈叫伊赔哦。阿兄，就算讲哦，伊是你用钱请的。伊嘛是人，嘛有尊严，嘛爱过生活，你莫对伊遐尼酷啦。拜托的啦，离婚啊！你无出过社会，你唔知影社会现实。现主持的社会，有钱啊才上大，无钱啥物拢唔是，拢爱看人的面色。伊若不欢喜，伊会当卖走嘛。新红，啊，春花子啊，你来啊！新红啊，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！恁两个兄妹啊，哪会恁大细声？哦，无啦无啦，阮兄妹啊，就是爱搭嘴鼓啦，愈搭哦，感情愈好。春花子啊，才偌久无看，你来愈来愈水。真是嘞。嘿啊，连你嘛咧感觉。就是啊。我甲你讲啊。唔是我家己咧保我家己啦，好、你看卖咧，哎呦，我这皮肤哦是安尼白泡泡又咪咪，一点啊都无输遐十七八的查某囡仔，你讲对无？就是讲啊，哦，你比遐十七八姑娘哦，搁较水呢。啊，假使讲哦，你像阮保证的布做出来衫，一定比仙女哦搁较水啦。对啦，那我今仔日就是专工，要来看卖看有新的色水无啦？哦，才拄啊好。阮保准哦，进一杯花，拄啊拢足适合你，足水的呢。我甲你介绍，我甲你介绍。啊，你看这块，哇、哦，这块哦，起来，我咧穿起来有够大方的啦。是嘞。啊，这块，这块，这块，你看，哦，这粉嫩啊，粉嫩。哇、哦，你这块，哇、哦，皮肤哦，哎呦，水泡泡哦，白泡泡又咪咪。啊，这块粉嫩，你看，哦，这细嘴哦，水个那花嘞，哦，比花更加水啦，足适合你的嘞。就是安尼啦。死的嘛，通讲成活的，讲到水甲全破，拢总包起来，拢包起来，一袋哈，我钱嘞哈，我钱无去啊嘿，钱无去啊，是啊，离婚啦，离婚啦，去去，倒水倒水，哦，奇怪，奈包无去，奈落去啊，我的钱啦，小等一下啊，我们行紧啦，我的钱啦，我看你乱走啦，哈，总算我叫到啊，哈。奇怪，
三太子，毋是叫我爱加钱，爱哪会拢提袂起来啦？加钱加钱，啊！敢讲爱我真正用加的哦？真正用加呢？哦，我若照安尼继续加落去，哦，总有一天哦，我变做好爷啦！啊哈哈，我是好爷人，我是好爷人啦！赞赞赞，我是好爷人，好爷人就是我。啊，新大哥，你这创啥啦？三太子，你来遮？我是来甲你监督的啦。吼，啊，人是钱数，你是钱币啊。死都死，还阁这么爱钱，我甲你讲啦，这钱哦是我超过无你扣的啦，我是爱你加钱来甲二位斗相共解运的。哦，你煞把我当作善财童子，押钱予你开的哦。哼，是啊，这钱毋是要予我，是要予二位的哦。哦，二位当作要送你哦。嗯，好啦，可以就可以啦，爱人嘞啦。头前啦，念就到啦。哎，啊，那才拄好，啊，讲人人到啊。哎，四大块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件代志我交乎你哦。你这死人皮搞定较硬的，那是无完成任务哦。哼，本太子，牙齿去甲你拄咧，牙齿甲你卡咧，知无？知啦。卡笑的啦。进去。嗯。啊。哦，假使讲吼，我若无照伊个交代去做吼，我吼就足歹吼，逃脱伊个魔掌啦。较笑咧，大爷，多谢咧，大爷，这样，多谢啦。刘伟啊，刘伟啊，刘伟，你看是钱啊，钱咧。钱嘞哦！我看你头壳，真好钱嘞哦！这侪钱，不过这钱我看我袂当摕。啊是安怎？这钱嘛，唔知谁落去的，无得到人有寄养。我若是甲摕走，啊伊要安怎？袂用的，我袂当摕。我一定在伫遮哦，等判官钱的人啊，转来找啊。哦，啊你真正吼讲到袂白招啦，这钱吼、哦、就是我专工吼要摕来互你用的呢，你早早吼是送判官啦，紧啊，紧收起来。哇，伊安尼这招啊，是毋是有人咧甲我骂啊？对啦，是我咧甲你骂啦。吼、哦，你真正讲袂春车呢，这钱吼、哦、是要互你用的，要替你解运的啊！你莫害我吼、哦，去互三太子讲哦，紧收起来。哦，是啊，哪会安尼啦？你在倒啦？我嘛唔知影。你拄安倒来？哎呀，我拄啊就是为遮来的啊。是吼、哦。哎呀啦，判见钱的人吼、喔，真正找到这来啊！啊，我无用规半步，都去了了啊！哎呦，啊，臭去食！哎，臭去食！我跟你讲过哦、喔，卖本去把真本，卖这本真本，把我本真带出去！哎呦，哎，大少爷，你误会啦，误会，我误会，误会。哎呦，离婚啦！莫甲遐动啦！这个臭乞丐会给咱本庄带衰掉啦！啊，你走啦！哎，莫怕！哎呀，莫怕，莫怕啦！啊，你这人那叫恶气啦！什么代志吼？有讲就好，那去下动手嘞！吼，看我干死你啊！哎，这钱啊，你无代无志吼，我什么付租啦？阿爷，莫怕阿爷！迄个乞丐哪有去关佛珠？敢讲伊是？你个走！你个走！莫怕啦！莫怕！阿爷！阿爷！莫怕！阿爷！阿爷！莫怕！哦，就是。哎，这位头家，你真正误会我啦！我唔是要甲恁分啊，我是捡着钱哦，伫个只哦等房间一个人转来找啦。你看，这就是我捡着钱啊！哎呀，你够你有你！小心！莫搁怕啦，迄钱到手间拢是我的啦，伊讲的无唔对啦。
安尼哦，啊，臭气者啊，啊有话紧讲啦，吼，害恁爸拍到规身骨当瓜。你一来就甲我拍，我哪有机会讲啦？哎呦，啊你讲甲因嘴硬者，骨头要食我靠！臭气者，恁爸哦，佮甲你讲哦，想要一遍啊，卖来分就分，若无我看你一遍，拍你一遍，走。哦，阿蛋嘞，钱也袂摕来，就免走啦，即摆怎走？哦，陈小姐啊，你的钱，哦，我个在叫倒转啊，那半无伊都害啊哦。是啦，多谢你呢。啊，没啦没啦。哎，陈小姐啊，那你包还袂摕啦？啊，今仔来得摕来得摕哈，啊，谢你哦谢你哦，哦，唔通无倒哦，啊，吃吃吃吃吃。啊。哦，阿兄真正是哦，看悬无看低。大大爷去食，叫阿兄拍到安尼，你知有要紧无？我转来去看卖啊。哦，有够疼！我就疼。你不好意思讲你疼啊？我比你搁较凄惨啊！啊，无台无钱吼，过什么混子啦？害我吼，我电甲金死死啦！我真正是哦，好心着雷针啦！啊，迄个毋是报庄头家尹小妹啊？啊，伊来遮创啥？你有要紧无？哎，你唔免紧张啦，我是代替我阿兄哦来给你回信的，伊给你拍到安尼，请你原谅伊。小姐，我无要紧啦，我知影哦，我家己的身份，我是一个乞丐，本来哦就是进人讨厌的，无人看会起的，所以哦，小姐，你免哦专工搞回信的啦，我哦已经叫我们拍惯势啊啦。哎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其实吼，我嘛真讨厌我阿兄遐尔啊现实，看悬无看低。有钱人是搁安怎？毋是拢甲咱共款，食饱困，困饱食。就是安尼讲，唔管哦，你有好药，死时阵哦，一身乌药，拢无多早走啊。钱本来就是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上吊啊，就是吼，日子爱过了，地久平安，快快乐乐。小姐，咱的想法拢共款呢。在这世界上哦，我都找到哦，像我这尼啊戆的，真正无简单呢。我还多谢恁阿兄，若不是伊甲我拍哦，我无我都是在你啊。你嘛真趣味呢，阁会当看遐尼开，去我阿兄拍到安尼，你阁笑会出来？我是讲真实的啦。啊，对啦，我叫做李伟啦，日子的日，伟大的伟啦。自细汉哦，我就想要做一个有出头的人啦。我的名足好记的吼，小姐，我真正足欢喜哦，实在你的。我的名吼嘛真好记啊，丽芬丽芬，美丽芬芳的丽芬，我嘛足欢喜哦，会当实在你的。啊，对啦，我是偷偷走出来给你看的，我赶紧回去，也无我阿兄会烦恼啊。对啊。这钱吼，伊摕去买药啊！啊，唔免啦，丽芬，唔免啦。你一定要收落来啦！唔免啦，我无代志，唔免啦。你跟我阿兄拍到安尼吼，你也无收落，我无得外面，我家己。唔免啦，我无代志啦，唔免啦。哎呀！啊，哎，丽芬，丽芬，你安怎无啦？来，你安怎无啦？啊，我有，你闪着啊！啊，你又闪着？啊，这钱吼，你摕去买药啊，我家己来当就好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啊，你安尼跟我到家庭当。还是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唔免唔免啦，我赶紧回去啊。哦，我谢你的呢。离婚。假期呢？那相对我你吼，拢无好待啦。不是腰去闪着啦，老师吼，去予佛祖哦拍啊着重伤，哦，够衰呢。对哦，我应该想一个办法哦，将伊佛祖摕掉。
阿伯，我是要安怎甲伊斗三工嘞？对。哦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无伫个，应该是去本阿袂当。哦，拄才叫我拍一个哦，累到要死。哦，我先提一下。刘伟啊，刘伟！我咪吵啦，我就忝咩，我困一下。刘伟，刘伟啊！咪吵啦！厝内敢毋是无人？今仔日吼是啥物物件拢分无啦？我先来放一个刘伟。有鬼！你免紧张啦，我叫做唐启发啦。虽然我是一个鬼哦，啊不，我袂害你，我袂害你啦。你莫过来，你莫过来。我鬼哦，你莫过来，我袂害你啦。你莫过来，你莫。哎，哎呦，啊是谁甲破唐哥哥啦？哎呦，我好痛，迄什么味啊？啊啊！董主教，啊啊！这是啊，咋了？进来，进来，啊，进来！啊啊啊！阿爸，进来，进来啦！阿爸，进来，阿爸，进来啦！阿爸，哦，进来！刘伟，阿爸走袂去，休下，休休咧啦！哦哦，阿爸，阿无休息好啊！哦，刘伟啊！啊！倒来！哦，你免紧张啦，我袂甲你害啦。你嘛吼，等我将代志经过讲煞吼，要爱吼，恁才阁爱啦。迄代志经过是安尼啦，你吼，代志经过吼，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那呢，迄钱是你家来给我的哦。你是讲，是沈太子派你来替阮李伟解恨的？对啦。我有一个要求哦，你手怪佛祖吼，无代志的时阵吼，就该搜索者，啊念我的名，当机发啊当机发，安尼吼，伊才袂甲我伤着，我嘛才有办法哦，该斗三工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哎呦，啊，哎，我吼，互恁的迄董主席破掉啦，啊，佮佛祖吼，拍到吼，姜要昏昏撇散啦，我先等下休困一下，啊，明仔载吼，再过来找恁啦，吼。哦。啊啊啊！啊咋？哎呀！哦，休困真美哦，客户真多。对对对，赶紧找因。啊！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，这里是。哦，哎呀！啊！这里啊，我看哦，一定是你哦，张口惊着。啊，搁走啊，这么啊忝，所以哦，才会破病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去请大夫，吼。阿爸，李伟，来，你先坐啦，坐啦。我这个戆囝哦，咱厝内边无钱，你是要安怎去找大夫来替阿爸治病呢？啊，阿爸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会想办法啦，吼。刷刷去啦，李伟哦。归去哦，阿爸已经有悔啊，搁要还嘛无偌久啊，你着把遐个钱哦欠落来哦，来来来，阿爸，有一件代志哦，阿爸一定要甲你讲。阿爸，什么代志啊？等你病好再讲啦吼，我先来请大夫啦。拜托你，这件代志真重要，你一定要和阿爸讲好完，好不？哦，好啦，好啦。张阿爸不是用董主了，去破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当机发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你都袂感觉奇怪哟、哦？阿爸哪有可能还佮有董主了呢？哈、啊？对吼、哦。啊，你佮阿母交涉了啊？阿妹哪会佮有？因为你毋是我亲生。啥？你是阿爸在外口捡回来，
你亲生的老母，就是咱庄内迄个村长。爸，村长，村委记的。村委记啊！村委记也是我阿母，这没老可能，这没老可能啊，阿爸。这哪有可能啊？啊，村委记昨明明看到魏煌拍。哎，这代志哦，愈来愈复杂啊！想要改变立委的运命哦，真正无简单。上若拄到伊哦，上就衰啦。哎，袂行个，我即摆哦，要紧来找三太子参详一下，看我哦会当将立委哦改一下无？哎呦！三太子啊，三太子！三太子，同意嘛？哎呦，免惊啦，我也未对你安怎啊。嘿嘿嘿，三太子啊，啊你平常时吼，拢对我歹声噪，啊今日雄雄吼，安尼对我轻声细碎，我无啥关系啦。哎呦，代志的经过哦，我拢知影啦，我知你已经尽力甲李伟斗相共啊啦。我上敬爱的太子爷公，你了解上好。哦，讲到迄个立委吼，真正毋是一般人嘞，伊是一个吼大麻烦哦。每一个人拄到伊吼，拢无好待，连我吼嘛，互伊不甲一粒头、两粒大。啊，我真正无法度哦，再来找伊参详啦。啊，这也袂当怪你啊，上叫阮立委吼，是随性的转世啦。啊！什么人若拄到伊哦，拢会足衰。啥？伊是随行转世，莫怪哦。哎，你哪毋早讲啊？哎呦，你即马知也袂慢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我若想到我的好兄弟，我都感觉足想要哭。原来随行转世的位，这个出世。所有细微代志，就一直甲伊低调调。戴生是伊个老爸伫咧外口做生意个时阵，发生意外来死亡。厝内雄雄失去了上界重要个经济来源，为原本富贵个状况转做散赤人。因为所有细微代志，拢是为立伟出世迄一刻开始。立伟的老母也就是村会计啊，伊实在是志在未调啊。为着自身的安全，伊决定要将立伟甲伊放弃掉。迄天，伊将立伟放伫咧梵高野外，拄好去予乞丐老一手看到。刚才哦，伊叫迄好笑的人，伊就受用啊！啊，佫替伊名叫做李伟，就是希望伊大汉了后，会当做一个有出头的人啦。因爸仔虽然是乞食呢，也毋过生活哦，也算是会得过啦。哎呀，毋过李伟是衰心的转世，伊无可能有好运啦。我想着我的好兄弟。我都真不甘咧。陈启华，啊，你敢会用吼，搁甲斗相共一届哈？无无无，迄无法度喏。太主要你嘛知影吼，我已经尽力啊。吼、哦，好啦，啊，既然安尼哦，我也无要勉强你啦。啊，你会当去投胎啊，毋免去地界啊。真实哦，我当去投胎，啊，免去地界，上大山、落油顶，受考验哦。嘿啊！啊，虽然讲吼、哦，你任务无完成，啊，我嘛是同款哦，替你甲阎王讲好势啊，你免去地狱，会当直接去投胎啊。啊，真好真好。啊，借问一下吼，啊，我即个投胎吼、哦，是要投去倒一间好野人因家啊？啊，好野人？哦，你嘛甲拜托的同计划，你在世正正啊，骗吃骗啉。做遐尼侪歹代志，无予你去十八层地狱，你就应该偷笑啊！啊，搁想要做人哦？哈？啊，无做人？啊，是要做啥？啊，做精神啊！精神？我甲你讲哦，做精神哦，我有功德的呢，
互人煮、互人抬、互人挂、互人食的。啊，我本来想讲哦，要互你一个将功补罪的机会啦。啊，你都嫌李伟是衰神的转世，你无才调甲斗三工，啊，佫足想要去投胎，我着顺你的意，互你去投胎啊！啊，紧，紧去投胎做神仙啦，紧去啦！莫啦莫啦，我袂做神仙啦。啊，这嘛无法度啊，这叫做因果报应啦。种什么因哦，得什么果啦。啊，你在世种种哦，好好人唔做，啊，要做遐个歹代志，死好啦。后世人哦，才来拍业障做神仙啊。我想敬爱太子爷公，借问一下吼，敢有吼别条路通选啊？别条路，无呢？啊，除非吼。你愿意甲李伟斗三工吗？哇！啊！啊，袂啦，唔啦，无要来走啊啦！好啦，好啦。去啦！你当计划是你哦？哈！当计划，你嘛较拜托你。我都已经是一个要死的人，你搁来吓惊我，你实在是足无担当的。是的啦，哎对啦，啊李伟人嘞？李伟哦，哎呦，伊讲哦，伊要去找春花枝借钱来替我治病啦。也不过是讲，之前春花枝哦，都已经这么凶，放煞掉李伟，而且这么多年啊，伊从来唔捌来找过伊啦。伊对李伟是这尔薄情，你讲，伊敢有可能心疼李伟嘞？我实在是足烦恼的啦。啊对啊，假使会当让春花姐啊，甲李伟两个人相认，安尼伊就会当认作归宗啊。到时阵，伊的命运唔着改变啊？嘿嘿，对对对对。到底哦，是要安怎甲春花姐开嘴啦？这也唔简单。你只要看到伊的时阵哦，先跪落来，喊一声阿母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当机会啦！你来发出现就出现，袂说甲咱莫变鬼咧。啊，你来遮要创啥啦？当然哦，是要帮助你认祖归宗啊！我都唔信讲吼，有祖先的加持哦，迄个春花姐吼，伊敢会唔认你这后生？嘿，当起我啦！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跟你讲，你莫别来呢！哎呦，放心嘛，别啦！你只要看到伊啊，随过来发阿母就好啊！啊！哎，当起我啦！当起我啦！哦，话走就走，叫我一见面就跪落来。安尼咁好，去吃孙，敢讲连祖先嘛知影我帮杀刘伟的代志？废话！你予你王家唯一的子孙踮外口四界流浪，啊，做去吃？你王家的祖先哪有可能唔知啦？较紧出去吼，甲伊相认，通哦，予伊认祖归宗。王家的祖先啊！我知影，我放杀立伟哦，是我唔对啦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有不得已的苦衷啦，实在是哦，迄个囡仔太衰啦，请你原谅我。啊，我来倒火啊啦，是变哪只好啦？阿兄，我足忝的啦！啊，你要买新布，谁做要拖我做伙去？内芬，阿兄传你出来哦，
就是要教你安怎做生意，让你了解做赚钱的辛苦。你才袂安尼卡袂着，就讲阿兄现实啦、自私啦、看官无看家爱钱啦。哼。嗯，迄个人，是顶间迄个臭乞丐？哎，是李伟呢？啊，伊是安怎徛伫春花姐门口口要创啥？这个动机法啦，唔知咧比啥物棒啊？到底会出代志无？放心啦，哦，我动机法啦吼，办代志绝对吼是稳达达，保证妥当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拄只吼，和领导的祖先发怒，然后显灵，爱春花吼来跟你修行，小蛋就出来啊。啊！哎、欸，等你看，工人难搞啊啦！奇怪，啊，今仔日哪会雄雄的发怒啦？我什么啊？紧过来，叫阿母啊！哦，阿母，这个乞丐真正是让我放生的囡仔。啊，阿母，伊叫阿母，即卖什么情形啊？你家掂去啦，拢是这个衰尾人啦，拄只好才会发怒，差一点仔拢将厝给烧了了啦。我，安怎？你是不是感觉我足无情的？无唔对啦，我是无血无目屎啦。啊！不过这一切哦，拢是你造成的啦。你敢知影？自你一出世，你阿爸都发生意外来往生去，厝的生意哦，都开始失败，了钱啦。好佳哉，有我后头厝人甲我斗三工，予我度过这个难关。你即摆搁倒来做啥？你是不是搁想要毁掉我的生活？想袂到，连我家己亲生老母都这么讨厌我，我看我是来走好啊。原来春花姐有这种过去哦，像伊种有钱、少年又搁酒馆查某人，上欠的都是关心。我若趁这个机会，甲伊看清一切，安尼对我的保证的生理啊，一定有帮助。春花姐啊，卖哭卖哭啦！啊，死着这种衰尾仔囝，放杀伊哦，讲会得过啦。人个俗语讲啊，啊，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啊。喂，臭乞丐，你紧走啦！要怪哦，就怪你哦，命中带衰，啊，卖怨叹，嘛卖怪恁老母，啊！我拜托你。别再骄傲我的生活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紧走好吗？你免搞我，我家己会走。我本来哦，更唔忙创维基啊，会当带来咱母仔囝的感情，万一借我钱。好车大夫甲阮阿爸治病，啊！不过即马，我知影这全部拢是我的孝顺。今日的代志，就当作无发生过。是嘞，别叫了。李伟，李伟啊！好、哦，你的良心是叫我甲补起啊，是无？莫阁哭啊啦！我知影吼，你即摆心情吼足艰苦，
我看到你哭，我嘛想要对你哭哦。你搁甲我讲，拢嘛是因为你，什么斗三工，什么祖先恨你发怒，结果嘞，母甲咁要火烧厝。喂喂喂，你敢顾天良哈、啊？我是要甲斗三工哦，你认祖归宗。啊，即嘛嘞，你顶倒来怪我。这件代志吼，要怪哦，都怪你啦，因为吼你是衰神转世，上拄着你吼，拢衰到会靠背啦。好啦好啦，拢怪我啦，你哦，离我较远个啊，无到时哦，佫叫我带衰啊。哼，你当我真稀罕哦，若毋是迄个三太子哦，我早离你远远远哦。安尼用佫上起来。敢讲古钱通好教？哎，刘伟啊，刘伟，来，紧摕去啦！你搁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就算哦，你要跟我结婚哦，嘛替恁老爸想看卖者，来，紧提转啊！啊，替恁老爸哦找大夫啦。我的代志我会处理啦，唔免你加步啦。哎呦，你还讲袂出声，来紧，哎呦，紧收起来。我袂咧，哎呦，收起来啦。我袂，你替你走。来紧，哎呦，紧收起来。我袂咧，哎呦，收起来啦。我袂，你替你走。哎呦，收起来啦。我袂，你替你走。原来是恶鬼在作怪，我来替天行道。可恶，敢偷摕我少爷物件？对，我的去啦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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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爸，哎，李伟，哎，李伟哦，啊，你总算回来啊啦！阿爸要问你，你是啥物时阵哦，有这个这么好、这么水、这么贤良的查某朋友呢？阿爸要甲你讲哦，啊，若毋是伊抓药啊，给阿爸啉哦，你可能已经看袂着我。阿伯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毋是李伟的查某朋友，我是朋友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即马也毋是，以后就是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只有我的。以后一定是我的媳妇。阿爸，好、哦，你看你看，啊，连个两个讲话吼，拢这么合啦。阿爸，好啊啦。来文，歹势啦，我阿爸较爱讲耍笑啦，你莫放心来吼。啊，对啦，来文，你来来吃哈。李伟，我是烦恼你特别出钱给阿爸治病，所以我就大主大义去请大夫贴药来给阿爸啉。希望你莫生气。啊，丽芬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要甲你感谢都袂赴，哪有可能生气啦？多谢你呢，阿爸。啊，你即摆人感觉安怎？嘿，啊，你家己袂晓看哟。我拄则甲丽芬讲到遮尔啊欢喜，啊，都是因为吼食过药啊以后，我身体好真侪啊。丽芬哦，多谢你吼，我未来幸福。阿爸，你看你啊，搁咧乌白讲话啊。丽芬。不要紧啦，我袂放你咧心内。阿伯，时间无早，我要先来转啊。好，你顺行啦，吼。你讲多谢呢，吼，多谢。啊，若是介意哦，脚手都爱较慢呢。啊，若无，亲像伊条件遮尔好，真紧哦，都是别人个啦。阿爸，你吼。哦，卖讲，卖讲，卖甲你讲生笑啊，吼。阿爸，你安怎嘛？阿爸。好心啦，阿爸无代志。我有代志哦！啊，你唐继华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！阿爸，唐继华哦，为着我要加钱哦，替你请大夫治病，所以哦，叫导手拍重伤啦。啊！这摆是要哪办呢？药啊，紧去烧一挂药来给我避，我就艰苦。啊！唐继华。唐继华，唐继华，唐
当去发啦，哎，向来啊，紧嘞，哎，你评看卖紧，哎，这话哦，真无简单，机票啊，遐刚分着的分，你评看有合无？紧嘞，有合无？好，好，有啊，当友啊，真歹势啦，你为着要救我，害你去受伤。对啦，当友啊，是嘞啦，我无应该哦，对你这尼啊歹啦。我敢唔听唔对啊？你要跟我回实的？啊，你唔是真气我？叫我卖插伊，啊，离你远远远。我这当气话啦，我唔是气你啦，我是哦气我家己啦。是安怎哦？我来这尔衰啊？唔管我安怎打拼，拢无都改变我的命运。假使讲哦，那真正是安尼哦，我着吼。是安怎啦？我着面对现实。接受这种的人生，袂用的啦！你若这世子，我是会去投胎做精神的。李伟啊，我甲你拜托，你爱有志气。就是讲咩？李伟，我就是要你吼做一个有出头的人，唔才会替你好名叫做李伟。搁再讲哦，即马有同济发来甲你斗相共啊，李伟哦，你嘛应该搁较有信心才对啊。不过我真正足衰的啦。你放心啦，有我伫个吼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就是讲咩，阿爸嘛会甲你斗相共。既然恁两个哦，这么信任我，那安尼哦，我嘛袂使落去。这个哦，我要甲伊拼。我都唔相信哦，我无得改变我的命运啊。伫个当机发来鼓励之下，立伟决定要去找头路。嫌过伊每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拢会发生灾难。头家拢将所有罪过撒予立伟，而且阁爱伊赔偿，叫伊一定爱赶紧离开因的身躯边。哦，照你看来哦，只有三个字会当形容：惨。惨惨，哎，迄毋是春花子啊？歹势啦，歹势啦，真个。奈伫遐？哎呦喂，哎呦，倒一个青鸭虫啊！歹势啦，你有安怎无？有哦，好耐无安咯，我规身骨也要疼死，互你弄一个骨头，咁要收起啊！哎，你看我手颤到安尼。是嘞啦，是嘞啦，啊，是要哪只好？啊，无安尼啦，阮家有上药啊，先来阮家抓药，互你啉好不？你家哦？好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哦，手骨痛啊！哦，行，恁家。哎，啊，你春花子哦，嘛真嗨呢，啊，看到家己后生在外头做伊走。真正是吼，无血无目屎哦。哎，对啊，啊，拄则迄个查甫人，奈看起来面色，敢捌伫底看过呢？嗯？即摆大家看到我，敢若看到鬼共款，根本就无人敢请我。我看我还是放弃好啊。哎呦，袂用啦，袂用啦！你绝对袂用放弃，卡准要放弃哦！我着真正去投胎哦，做精神啦！我甲你拜托，你嘛较坚强一下。较坚强的，用讲的哦，足简单个啦，我嘛会晓啊。你哦，世间人无，放假赛有啦。你哦，甲出一支嘴尔啦。喂，即摆听你口气哦，你是对我足不满的哦。无唔对啦。我即摆心情就歹，你莫伫咧拼细细念啦。啥？讲我细细念哦？我是安尼用心用意吼，要安尼振作，甲你斗相共，希望吼你变作一个吼有出头的人。你讲我细细念嘛？你是要甲气死哦？你吼！我是安怎？我？你莫阁细细念，我来讲哦。我即摆心情就歹，你还阁念哦？到时哦，我好脾气哦，你扫着风来买哦，你加衰啦！我来讲。迄毋是李伟，伊一个人徛伫遐咧创啥？好啊啦！安怎啦？李芬来啊啦！李芬，啊
你来走来遮哈？我要去买菜啊。对啦，李伟，你哪一个人徛伫遮细细了？哦，无啦，拄只好有网啊搞定，我伫赶网啊啦，嘿，我伫赶网啊啦。是安尼哦。嘿嘿，对啦。对啦，啊，你今日哪无出紧共本？哦，这。我想过啊啦，我遮尔啊少年对无，总袂使哦一世人做去食，所以哦，我想要试看卖，去找头路。真是嘞哦，安尼真好嘞。嗯。啊，你有找到头路无？啊，未找到啦。哈，啊未哦。啊，你敢有想要来阮部中做事？明仔载哦，有步要送去隔壁庄，啊，毋过工人临时请假有代志，我搁咧烦恼找无人，你敢愿意来甲我斗相共？你当然嘛好啊，是讲我惊你阿兄。你放心啦，明仔载透早哦，你就来布庄找我，阿兄迄边哦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你免烦恼啦。爱记你哦，明仔载。爱来布庄找我，我要来去买菜啊！好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哈哈哈！阿丽芬这查囡仔哦，真正对你袂歹呢，佫会替你找头路。真好，真好。哎，丽芬，丽芬呀！哦，你阿大声要创啥啦？我唔是臭鱼人啊！哦，人都已经走啊远远啊，啊你讲戆戆跳，徛踮遮笑，我若无大声甲你喊吼，我惊你哦，会笑到掉内伤。哎，你啊，煞煞去啦！我即马哦，心情足好，无想要甲你冤啦。我要赶紧哦，等甲阮阿爸讲这个好消息。喂，哦。这人真足奇怪啊！啊，念咩生气，啊念咩欢喜，啊欢喜欢倒。阿哥真好，不要紧，因为啊，你已经找到头路啊。我希望你哦，安尼愈来愈顺时。安尼我咯，免去投胎哦，做前世。赞赞赞！是讲，话若讲转来，迄个生理人到底是啥啊？我乃愈看愈面熟。嗯，我来讲哦，这个上药啊吼，是我之前买啦，啊，听讲哦，足有效的呢。你即马感觉安那？哼，不是我咧爱讲，你这上药哦，真正有效。哦，我水啉落了吼，规身躯哦，我拢轻松起来咧。哎呦，实在真歹势啦，拢怪我唔好啦，安尼雄雄公公，甲你弄着伤。啊，对啦，你要哪穿好？哎呦，我煞袂记啦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当年哦，拢伫咧做外销的生意啦，你哦，就叫我林老板就好啊啦。嘿嘿嘿，还佫有无？你拄只哦，搞弄着代志哦，你千万咯，唔要囥去心肝内啦。其实咯，这个代志我嘛有责任啦。啊，对啦。袂去甲你问，你安怎称呼我？叫我春花姐就好啦。春花姐啊，哪有可能啦？欸，你看起来这么少年，佫这么水，啊，我叫你一声春花姐啊，我叫袂落去哦。哎呦，林老板，你哪这敖讲话啦？无喏，生意人伫外口吼，讲一就是一，讲两就是两啦。我来讲，我讲的话哦，上实在啦。你穿这衫哦。花草这么水，质感这么好，你人少年还这么水，哎，想不到你对穿衫这么研究，你怎有眼光呢？无啦，林老板，是你熬学了啦。你若是有喜欢哦，我会当带你去迄间买呢。迄间布庄的头家哦，我少熟个啦，我会当介绍你熟识哦。布庄头家，那才拄啊好啦，我嘛伫想吼。在台湾哦，找一挂较水的布料哦，摕去长沙做生意啦。哪会当你替我介绍哦？啊，你就上好啊。无问题啦，包在我身上。当机发啦，感觉到这面熟的这个生意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
伊的出现，阁会替立伟这群人带来什么款的影响？丽芬，丽芬，立伟，你来啊！丽芬，阿玲阿兄，你放心啦，我阿兄哦，搁咧困啦，无伫后壁，你跟我来。好。有你来带我带你去睇。哦。啊！阿兄啦，我阿兄困醒啦。别安怎啊？今晚别安怎啊？啊！别安怎？别安怎？别别别！别安怎？别别别！别别别！别阿兄，阿是咱要开店，你若无加睏一时啊？阿兄，睏到这饱，睏到嘴干。你要啉茶哦，我来加添啦。啊，妹，阿兄加来倒。啊！阿兄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，我是搭着啥物件好无倒啊？拄啊，敢有物件？无啊，哪有啥物物件？外卡就甜。无，无我哪可能会无倒？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是吼你拄困醒，戆神戆神啊！你啥物？我困醒，戆神戆神，明明拄仔看到物件。无啦，无啦。哎呀，袂当回找刘伟。刘，是嘞吼。哎呦，离婚啊！啊！你无来无只，哎呀，身躯顶是要怎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又你闪着啦！我唔知影啥怪叫你的身躯顶。啊！是毋是我这水仔人害啊？是嘞，是嘞啦！啊！新豪啊，你有伫个无？啊，春花姐来哦。吓！我要带朋友来找你啦。哦，朋友来找我。朋友，那是什么朋友啊？你爱我这，哎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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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春花姐啊，歹势啊，今日补妆休困，哎，是要来看布是吧？无啦，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啦。哦，林老板啦，老板啦，啊，这是吼蔡老板啦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啊，这人，敢那捌伫对看过呢？假醉酒哦，啊，原来伊无毛哦，啊对啊，啊唔着是阿水。老板，春花姐啊，我内面吼，佮有代志要处理，我先入来。啊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请，请。蔡老板，拄只吼实在真歹势啦！啊，我嫌我要讲话时阵，脑髓去夹着啦。是讲蔡老板啦，我听春花姐也讲吼，你是去叫人报账的吼？哎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是安尼啦，我长期吼伫咧外口吼，拢做迄落外销的生意啦，我想要跟你合作的。春花姐也讲吼，你这报料不但是花样百百款，而且质量阁真好。我若跟你合作吼，吼你的报料去到长沙吼，吼去到长沙迄边吼。一定是一个大发展的啦！哟，哦，会当哦，林老板就叫大大家哦看解，那是阮部长的光荣呢。哎，春花姐，林老板，无咧啊，咱来洪来哥遐坐坐，豆豆讲啦哈。洪来哥，豆豆讲，洪来哥是酒，啊对，那生意若要讲吼，都要去洪来哥。行了，再讲就行啦。春花姐，再。哎，蔡信宏啊，你真正是吼七月半啊，唔知死活呢！伊根本唔是啥物大豪家，伊是变神啊呢！啊你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刘伟，刘伟，你当出来啊！哦，阿玲阿爷咧哈！我阿爷哦去讲生理，袂遐尼紧回来啦，已经出来啦。哦哦，来。哦。哦。谢谢你。丽芬，是的啦，我给你带足侪麻烦，是的啦。哎呦，应该回事的人是我，害你咪伫咧倒脚。你看啊，你流遐尼济汗，来啦，我给你擦一下啦。免啦，我给你擦倒啦。哎，免歹势啦，我给你擦啦。
李伟，代志唔好啦！鬼啊！丽芬，真神啊！丽芬，紧来，紧真神啊！丽芬，丽芬，鬼，有鬼，有鬼，有鬼啊！丽芬，你免惊啦，我伫边仔，你免惊啦，哈！丽芬，我昨都有看到鬼，你有看到无？我。乌龟，乌龟！丽芬，你免惊啦，伊是好鬼，袂害人啊，你免惊啦吼。对啦，对啦，你放心啊，我袂害你啦。你莫过来，你莫过来啦！我来找你吼，是有一件足重要代志吼，要甲你讲啦，啊是关系着吼，因阿兄甲林老板啦。哦，朱梅姐啊，会当识识你哦，是我的福气啦。诶，你哦，是我的贵人呢。啊，这边哦，多谢你啦，会当介绍迄个林老板迄个大头家哦，甲我熟识。卡叔讲哦，我的布会当亲像伊讲的，安尼过咸水，卖到长沙去，迄利润哦会足好个呢。啊，到时阵哦，我就包一个大红包哦，送予你。啊，你哦，今年来阮布庄看的布做的衫。啥意思啦？送予你啦！哎呦，免遮尔客气啦！啊，你之前对我嘛是真关心、真照顾啊。搁再讲吼，以咱两个交情吼，这倒有算啥啦？哎呀，不过话是安尼讲的啦。啊，人吼爱有站节，礼数吼袂当无。啊，布钱吼你无要摕，啊，红包你应该收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啦，凊彩啦。啊，对啦，我要回去啦。哦，你要回去，啊，顺吉，我嘛要回来报账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啊，谢你啊，谢你啊，唔通跋倒咧，哈。哈哈，你这，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若是安尼，我要赶紧去甲我阿兄讲，啊，无一定去让林老板骗去。李伟，等伊发啦，你先回去，叫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好。李伟，你先来等啦。这条我若弹起，我都变做好野人啊啦！哎呀！我臭你只！你敢再来我家？哎呀，你卡冷静的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我叫伊来啦。啊，丽芬啊，你出来要甲阿爷气死哦！我先收你这臭气者，我再甲你算啦。阿爷来啦！阿爷，你哪甲我拍啦？足痛嘞！啊，丽芬啊，你这阿爷面头前要创啥啦？阿爷，你听我解释啦，要和你做生意，迄个林老板哦，伊是一个变神啊。啊，李伟是好心来甲咱讲嘞。啊，林老板是变神啊？哦，这臭气者讲的话，你也信哦？恁爸今日一定好，我甲你收你啦。哦，你有大事无？徛好！哎呀，妈妈妈！哎呀，你是我妈妈哎呀！这下就懵啊！哎呀，我拜托你较冷静好无？李伟真正是来跟咱斗三工的啦！你敢得咪？开出下嘴哦，拢是李伟，李伟，李伟！哎，外孙哦，阿兄哦，是外人嘞，这个李伟哦，这是恁阿兄，啊，离婚啊！阿爷真无干呐，才讲到这笔大生意呢。若讲的是阿爷的布，对待袂去长沙，会才赚足济钱的呢。啊，你无支持我，才直直咧反对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阿爷，代志哦，绝对不是你想的安尼啦，迄是因为哦。因为安怎？嘿，阿爷，这摆老掉啊嘞，你又过来引出引子哦。离婚啊，是的啦，拢是因为我哦，才害你甲你阿兄冤家啦，是的啦。曹老板，你哦，拜托，莫骂丽芬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伫遮哦，甲你回实的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过我讲的是真实的呢，迄个林老板哦，绝对唔是好人啦，你一定要听我话，莫甲伊做生意啦，吼。哎呦，啊，你搁讲袂煞，搁有通讲嘞？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真好运啊，我手若无漏着，我勒个拍到你做到袂啦你。哦，你莫生气啦，哦，我即马来走吼，莫生气吼，我来走。哎，这臭气者，
哦，这条蛇，我恁家一定给你套回来。啊！你的手啊，免啦！哦，你若真正把我当大爷，你敢会看遐呢？大爷哦，家己去哦，我也死啦！哦，真正有拄着安遐，敢会安尼哦？信奉根本就无将立伟甲离婚的话，藏伫咧心肝底。过当讲一个透早，伊就甲林老板欢欢喜喜来签合约。林老板因为顾虑到布料的品质问题，伊向信奉收一笔足大条的保证金。边爱离婚虽然是足烦恼的，也毋过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做才好，因为信奉根本就毋听伊的苦劝。过无偌久，林老板的身份就安尼瘪空啊！因为伊是警察全面追捕的通缉犯，伊犯下足侪笔的诈欺案。信奉伫咧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伊个人的情绪是非常的激动。原来林老板，伊是一个骗子，哪里外包进去？唔，就去了了。阿兄，我之前就甲你讲过啊，你就是无要听我的。咱即马哦，赶紧来去报案，叫警察来处理啦。即马就算讲警察找到伊，佫安怎啦？我遐个钱哦，早都唔知去予林老板哦，开去倒位去啊啦。安尼嘛无法度啊，谁叫你啊？大家甲你讲哦，你拢无要听我的。袂用个，即口气哦，我吞袂落。这一切哦。拢爱怪陈惠子啊，拢是伊哦，介绍迄林老板互我识识啊，我要找伊算账。阿兄，阿兄，哈，哎呀啦，阿兄去到安尼，已经失去理智啊，不行诶，我爱赶紧来去找李伟。陈伟，陈伟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醒出来，陈伟。信宏啊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安尼大细声啦？你敢知影？迄林老板哦是真变身啊！即摆警察拢在抓伊啦。啊，林老板是变身啊？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啦、啊？哪会无可能？迄路卡故事拢打出来啊啦！即摆林老板人无去啊哦，你拍算哦，你要安处理啊？啊，你问我，我要哪会知影啦？啊，搁再讲，我嘛唔知伊是变身啊。是啊，你安一句唔知。报警的代志就要准拄煞，我跟你讲呢，这林老板是你介绍我识识，报警去哦，你要负责交代啦。这是恁两个做生意的代志，敢有啥物地代，恁来找我讨钱啦？哎呦，啊你即马拍算讲，你无要处理就对啊，这，哼，这条蛇，我就要捅下掉，春花，要钱要命，家己决定。是哦，有啥物代志好好讲啦，你莫冲动，你较冷静诶，哎，莫安尼啦。啊，阿姨啊，你家倒去啦，莫遐尔冲动啦。周老板，你莫过来。哎，信宏哦，陈惠子伊家己嘛是受害者，你唔通安尼啦。我才不管啥是受害者，我干那后壁甲我报警去偷偷等来。啊，较冷静诶啦，信宏。啥物较冷静诶啦？陈惠啊，惠子哦，恁家这么好意啊，报警哦对你来讲也无算啥，无安尼啦。你哦，就替伊家己咧报警去还我啦，哈！阿兄，这件代志哦，和春花姐也无关系啦，你家己个家都扛啦。就是咩，扛恁真个啦！这个蔡信雄，真正是想钱想啊气笑啦，看安怎架势。等起我啦，我来啦。你春花姐啊，是我亲生老母，非得哦，我这世人哦，拢做衰，所以我无想要活在世界上，加多少麻烦嘞啦，我。你讲是什么话啦？我，你要活无？你不爱活，我让你死！你别啊你！你走！你个走崩了！好了，李伟哦，你敢死你哦！哎呦！你要走崩！你搞搞我又！啊！李伟！李伟！李伟哦！李伟！李伟！为什么要救我啦？我对你这么无情，还把你放下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
因为你是我的阿母，我的命是你给我的，所以我嘛爱用我的命来报答你的恩情。阿丽伟，丽伟啊，你袂用死啊，袂用死啊！若死吼，我真正投胎去做精神啊啦！三太子啊，你紧出来啦！你紧来救人啊！三太子啊！三太子，三太子，紧救伊啦！我无法度救伊啦，因为这是伊的命。兄弟，不要怒。是啊，你无法度救伊哦。同去好啦，命啊，阮是天注定，生甲死，毋是咱会当决定的。我已经无时间啦，我有话要甲恁讲。阿母，请你原谅我，都好你洗阮。李伟，阿爸。多谢你的养育之恩，谢你原谅我，我无得阁甲你有啊！你伫海埔顶甲你，李伟哦，阿爸是足唔甘的啦！曹老板，我会当请你帮阮老母说，莫阁甲伊追究恁老板的代志啊！是我，爱请你来原谅我。是我想过冲动，是你啦。丽芬，丽芬，丽芬，你是一个最好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无迄个福气，会当娶你。我希望你会当较早坐到你的幸福。丽芬，对啊，当计划了。啊，阿哥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你是想要讲哦，这段时间哦，我甲你斗相共真济，啊，你要甲我感谢对无？我唔对，阿哥，我要阁甲你回信咧，因为你去投胎做真心的代志。你莫阁讲啊，那愈讲哦，我那愈艰苦。要投胎做前世，我哪会这歹命啦？奇怪啊！啊，你讲几半步，那还袂断开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就感觉我够开了，所以我就阁继续讲落。当计划啦，你安尼讲，我嘛反应着哦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啊是安怎？你唔紧讲？那是因为哦，李伟甲人无共款啦。迄一般的人的心哦，拢是倒边啊，啊伊的心哦，伫正边啦。所以哦，伊敢那受伤、皮肉伤尔啦，无去拄着要害啦。所以我袂死啊！你唔若袂死啦，头拄啊，你牺牲你家己的性命去救你的阿母哦，孝心去感动天啦！啊，你即马已经毋是衰神啦，开始要行好运啦，恭喜你，我贴的。安尼就好，那安尼我改运啦，以后我就袂阁衰啊，我嘛袂阁带衰运予别人啊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我改运啦！是啊是啊，真好啦。我要洗啊！我要去带水壶弄白啦！是啊是啊！真好啦！看伊安尼吼，真正使人感动啦！三太子啊！啊！啊！今物日位吼，已经改变伊运命，啊！我是毋是算讲功德圆满啦？嘿啊！啊！你会当去投胎啊？啊！是要投胎到底去啊？两个字，都两个。秘密。哎呦，三太子，你慢慢安尼，神神秘秘，你紧讲紧讲啦。另外一方面，
伫咧信奉知影讲，因为家己冲动，差一点仔来害死立伟，对伊是感觉足失礼，所以伊请立伟来保证做事，想要弥补对伊的亏欠。也毋过，信奉万万无想到讲，因为立伟已经改运啊，所以卖替边的人带来好运。宝珍竟然开始赚钱，蔡信宏是欢喜甲笑嗨嗨。伊决定要来赞成立伟甲离婚的婚事，因为希望立伟会当永远留伫咧宝珍做伊的再新娘。哎呦，我先来抱我的宝贝孙子啦！哦，无咯，我是阿爷的母舅哥，应该我先抱。哎，你哎，好，你两个哦，拢卖抢啦！我是囡仔的老爸，我上有资格哦，第一个先抱啦。哈哈哈！好啦，我先抱。好看一个啦！叫阿爸，囡仔拄出世，哪会晓讲话啦？哎呦，对啦，无一定哦。你看啦，我甲别人无同款，所以哦，我的囡仔嘛一定甲别人无同款。你讲对无？哎呦，够资的呢。阿爸，你看爷爷头，嘿，奇怪呢，你看这个胎记，敢那亲像是。一粒白酒同款的哦！哎呀，我看，不行呢。哎，有影呢。嘿，敢讲是？无唔对，伊就是陈启发啦啦。陈启发，我予你投胎哦，做二位的后生，啊，即摆已经好运啊。那呢，你嘛算作是好爷人的囝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好太好！啊，你看，谢谢你！哎呀，